比如在开放麦的时候，有观众手机没关，突然电话响了，会怎么处理？让它公放，大家听一听。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承认这个现实，你不能当做它不存在。我很少，因为我的声音是能盖过他的电话铃声的。咱俩加了微信之后，你想看我的朋友圈，你去点我头像，没弄好就拍了我一下，这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就删除好友呗。那就再多拍几下，然后就是说啊，鲁豫老师好喜欢你，好想多拍拍你。买衣服看价签，少看了一个零，这种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办？我一般就是默默地放回去了。而且人家是认出你的粉丝啊。我说啊，我现在还收入还没有那么高，我说你们再努力一点，让我的收入高一点。我就不买了呀，我的面子没有那么贵。是我以为我挣的已经够了，现在发现还不够啊。用你们各自擅长的方式为我们本期节目做个推荐，看一下也不会损失什么。但你不看一定会损失些什么。就是他了。哎呦，鲁豫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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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这儿，你坐这儿。这是你常来的地方？对，这是我第二次见你。啊？知不知道很久远有一个节目叫《我是演说家》？知道啊。啊？你去过吗？我去过。啊？然后我那期啊，连播都没有播，就被刷掉了。齐墨说上过《我是演说家》，我就愣住了。我是一个记忆力那么好的人，但我真的忘了，就说明哪怕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那个时机没有到的话，你的确看不到他。但是还好，这样的人总会有他闪光的那一刻的。哇，这场子好大呀！你就在这里面演的是吧？嗯，千人剧场。对。然后当时这个外面还会有我那个专场的广告啊，那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演出能打到这种广场的广告上。那你今年接下来还有巡演吗？就是明年了吧，看看吧。因为一般演员可能他一年能写出一个专场来，60分钟的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应该离我小时候地儿不是特别远。是吗？嗯。当时在这儿待到了几岁啊？我是出生到上小学一年级。哦，那时候的上海什么样啊？繁华吗？凡是有梧桐树在那种老路，还基本上是这样子。那种高楼什么的跟以前完全不同。行啊，你拍吧。采访这么多年是不是也会疲劳啊？也有时候会。所以你越来越想做你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人和话题啊，否则你就找不到意义了。是，走了，我们走喽。你可以到里面来骑，我到外面骑。上海作家协会，作家协会，这个作家书店也不错，我有时候会来这儿。我觉得这儿我应该去一下。嗯，到了吧，到这边。之前来过这儿吗？就上次拍李诞的时候。哎呦，李诞，行。哎，几楼？四楼。你是平均多久在这儿演一场？我们平时有那种免费的，就是练段子的那种开放麦，就看你当时准备的状态吧。有的时候一周多了，可能3-4次就来这儿演。因为它基本上从周一到周五都有。对，上次就是这儿。然后这个是我们一般候场的地方。然后当时您来的时候有这个照片墙吗？没有照片墙。现在上海就是一个形成一种聚集效应。对，所以线上传播特别重要。你看我在线上没有看过的我就都不知道，就我可能还不是真正的那种铁粉，所以知道的还少。线下一个演员一年累死累活再怎么演，他也不如线上的一期节目的那个收入。我可能还不知道脱口秀是什么，但我已经知道周奇墨是谁了。我觉得周奇墨差不多就是中国脱口秀的天花板。如果进前5的话，我的目标就达成了。高
恭喜周奇墨年度冠军。我个人因为我正好你参加这两次脱口秀大会我都看，就今年跟去年，但我个人感觉你今年跟去年完全不同，因为我当时可能是一个特别新的观众，那我看你们都是我完全是陌生的，然后大家已经尊你为就是你们这个业界天花板，然后大家都认为这人最好的，这时候我作为观众我那种内心的反骨我就有了，对，所以上一集真的挺难演，线下的观众没有人上来介绍说这是天花板，这是 OG， 我在上节目之前都没根本没有这词儿，上了节目以后然后给你捧得很高，但是实际效果又没有那么好，那你就会受到很多很多负面的评价嘛，然后那个负面的评价是其实是你是需要花时间去处理的，去接受，就是因为跟你之前对自己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你之前对自己的认知不会说自己是最好的，没有客观的标准，所以在这个节目之前你内心会觉得，我当然我不可能说我最好，但我是很好的，但最起码我是好笑的啊，难道你都觉得自己不好笑了吗？今天上节目给你的评价就是完全不好笑，就这个人笑点在哪儿啊，就是我完全不在我的笑点，硬捧啊，尬吹啊，什么黑幕啊，就是咔咔咔就来了，就会怀疑自己嘛，就会有点说我是不是不好笑呀，我真的不好笑吗？是后来你通过线下的演出，一遍一遍的，一场一场的线下演出，让观众给你的那种反馈，最后才让自己慢慢的安下心来，就是啊，我现场演出是没有问题，就我还是好笑的。哎，你们这个比赛第一次你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吗？甚至开始某种程度有点自我怀疑。对。那你第二次还是去了？对。那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这种性格人会做的事情吧？这一季就是考虑过没有来，考虑过不上，我依然上了，就是觉得我还有段子没有讲，我想让这些段子曝光，其实我对那些段子会有一点感情，就是他们陪伴了你一场又一场的演出，你所有的在这个圈子里建立的一点点的声望，包括你演出费都是这些段子给你带来的，包括你的现在的人生意义都是这些段子带来的，那这些段子最后要到哪儿呢？它是慢慢的消散了吗？我还是想给他们一个好的一个归宿。Listen to Bye Bye 这个是怎么来的？ Listen to Bye Bye 这个是其实是刻意去想的，当天我看了另外一个演员的演出，效果非常非常炸，我看完以后我当时我想，哇，我已经好久没有写一个能有这么好效果的段子了，我写一个什么样的段子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然后当天晚上我就回去就在那想想想，然后就在洗澡的时候正好之前看到这个新闻，就突然就自己在那个洗澡的时候就开始重复里面的一些台词，这个是为数不多的，就是是受别人的刺激然后去写，所以创作是没有一个规律可以去总结的，其实不太有，就是职业前期是靠灵感，但后来你会发现比如过了一年以后这个灵感就没有了，就再也没有灵感主动的来找你，比如点菜的那个，你是观察到什么之后来的？就是我今天坐下来我要写段子，然后我就开始想，哪些方面呢？衣食住行，食，那在饭店，我想在饭店有些什么奇怪的人，就先从自己出发，我讨厌什么样的人，他不是说我到了饭店某一刻我突然意识看到一个人我觉得要写他，而是我之前可能经历了很多，然后到某一天我需要总结的时候，我就把它挖出来，你需要经常挖掘自己的记忆，挖掘自己的认知，甚至挖掘自己的内心，自己真实的想法啊，他觉得他这个艺术有魅力的地方就在这儿，就他就像个心理医生一样，有的时候我知道就是一个人那种你成功带给你的快乐是瞬间的，但是如果这一场我今天演得凉了，他带给你那种挫败感会更长一点，是的，冷场会让你记得更深。说一个比较怪的吧，这可能跟观众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最怕的不是说全场都冷，最怕的就是你发现某一个观众的表情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这种演出是最难受，你讲每个段子就会想这个也不行，这个还不行，哎，怎么回事这哥们儿啊？这个其实，那你不能跟他互动一下吗？说，哎，这位大哥，因为有的时候是，比如你已经进入到一个表演状态了，你再去互动去打破呢，可能会有点打乱你现在的节奏，因为你感觉别的观众都还好，真就他，你就会很无辜，你就觉得我是来逗你笑的呀，就是你讨厌我，你可以不笑，但是你不至于恨我吧？你不至于讨厌我吧？为什么？
你知道我去考古，就脱口秀的概念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实话实说吗？难道是？不是，其实79年，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大概记得当时那个新闻，就是那个 Bob Hope， 嗯，他在北京人艺是做演出还是反正跟观众见面，他讲话，那是第一次，我估计有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讲到 stand up comedy， 翻译的殷若成先生太棒了。因为一上来观众就笑了， Bob Hope 就傻了，因为他刚讲完说我在美国是个脱口秀演员，英先生翻译说今天我给大家讲单口相声，然后底下轰就笑了，然后老头就傻了，说这怎么了。完了以后他又讲，估计有一个段子不太符合中国的那种习惯，英先生就没翻，但是不翻也不行啊，他就说刚才他讲了个段子特别好笑，你们要笑，然后底下观众又笑了，然后老头就想，哎，中文这么简洁吗？怎么又笑了？我天，还有这段历史呢。嗯，当时你还没有出生。对，就那个时候是比较早期的，就79年，然后差不多要过40年之后，他才在这个土地上真正的生根，对，发芽开花。我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但其实可能这几年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片段里，这几年其实它都可以打包在一起，作为一个所谓的开端。对，它可能都没有办法区分这几年都发生了啥，它只是说啊，脱口秀大会的几季，然后把这个什么带火了，然后很多俱乐部出现，可能就是这么 一两句话。那脱口秀已经给你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了吗？就最通俗的，让你赚到钱了吗？收入肯定是会比以前要高的。包括你上了节目以后就会接到一些广告啊什么的，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会让你觉得这个赚钱的方式是你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就是我去拍了一天东西然后就给我钱，挺奇妙的，就是你会接触到自己之前完全不太熟悉的一些生产方式。那你现在距离买房子还有多远？非常远，挺远的，而且我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以后我觉得一直在哪儿也不一定，说不一定说一直在上海。我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之前那么喜欢北京，最后还是搬了。我觉得买房子那种就是离我很遥远，而且压力特别大，就是你背着房贷啊什么的。对，我就想我的生活能过得轻松一些，是我有能力去掌控的，而不是说我要被外界牵着走。还是掌控，就是回到掌控这个感，我要有掌控感，我不能被外界逼着。对，所以你看我做脱口秀也是因为这一点，就是我不受控制，我上台之前没有人告诉我你这个稿子该怎么讲，我就是我自己说了算，它是一个完全不需要跟别人合作的行业，所以这是我觉得它特别爽的地方。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不愿意做编剧，就是你写完东西以后你交给人家就要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然后你就觉得这挺好的，但是人家就说不行，那你就得改。就是你还要跟人合作，我就不喜欢。如果靠脱口秀演出本身，脱口秀演出也可以赚到钱，也比以前挣钱了。对，别说这种就是有公司的演员，就那种自由演员，他们生活一般过得都不错了，就是至少他们的收入是在一个白领甚至超过一般白领的一个收入的那个水平上，就已经很好了。两三年之前就没有人想这个东西能养活自己，那就发展这么快，就几年的时间。两三年之前你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了？没有，其实我养不活。你演出是没有办法保证你每个月的生活费的，但我有一次参加了一个小节目，一个脱口秀的，就是一个比赛，然后那个节目给了我奖金，当时够我撑了两三年，包括拿到奖金之后，我的月收入也不足以支付我的房租加什么吃饭这一期的费用。就在你当时在做脱口秀做成之前，比如你银行里面有多少钱，你内心会觉得稍微安稳一点？我从那个学校辞职以后，当时的积蓄应该就是说我今年的房租和吃是可以保证的，但明年就不行，然后我就觉得就可以辞职。其实我没有那么强的安全的需求，我当时就是太想全身心的去做这行了，所以我当时想就是明年如果我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我就再做回老师或者再干点别的，就是以一种打零工的方式去养活自己也行。就我未必知道我想要什么或者我能做什么，但是我特别知道我此刻不想要什么。哎，对，是的，我特别知道自己不想要啥，就很难忍。对，没错没错。我第一份工作做了一个月就辞职了，就是我知道完全是不是我想要的。什么房地产销售那种的？哎，对对对对，是的。吃燕窝。亲人因为借钱的原因就可以闹掰啊。我说有一天我爸也可以不爱我的。友情是什么呀？友情就是
说掰就掰啊，爱情也是嘛。对于所有男演员来说都是这样的，就讲好脱口秀肯定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谈恋爱的，反正至少男性肯定是有很大加成。对你有帮助吗？大家好，我叫周奇墨啊，然后我生长在东北一个特别小的城市叫营口，生长长大到五岁啊，然后直到我的父母离婚。哇，突然死一般的寂静是吧。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在东北那个小城市，离婚是一件特别少有的事情。那家庭的变故对你的影响大不大？潜移默化的，都是你很难说清楚的。我觉得主要是我生长的环境中我没有见过好的婚姻，给我的这个印象中概念中，就是人和人这种亲密其实是很难维持，就是我不太指望着跟谁能有很持久的很亲密的关系。那你现在跟你父亲的关系还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吗？还是已经变得更，因为你长大了，你更能够理解父亲，作为男人之间反正沟通可能比以前更顺畅更密切。我觉得这方面是我处理不太好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在我爸面前感觉心理上永远是小时候那个孩子，我不能跟他进行正常成人之间的那种非常平等坦诚的沟通，总感觉有一点有东西隔着我俩。因为我跟我爸接触的时间也短，其实因为他要去演出四处跑。对，我那时候就过年回到辽宁，回到东北营口，然后跟他一起过年啥的，有的时候他寒暑假去看我一次，所以一年就见个那么一两次。这个是原因，就没有在一起成长，这个是原因。对，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以后播出，我爸没准能看到，他应该会看。爸爸，我爱你。我当面从来没有说过跟我爸表达任何的，对，这种没有说。被人听到，是一个人其实内心深处一个挺基本的渴望。嗯，这种感觉在你脱口秀之前有过吗？求学的阶段，大一还好，大二、大三、大四开始越来越往后，就是产生一种幻灭感。幻灭感这词好大啊！真的，当时就是彻底的幻灭感，会对亲情、友情、什么爱情都失望，是因为你事先设想了世界上的某些东西，包括亲情、爱情，一定要是无瑕的，一定要是纯粹的。那个时候，就是这种预设是错，因为之前感觉受到教育就是这样的，别人告诉你就是你这亲情上伟大呀，爱情伟大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幻灭就是在于我没有认识到人性可以是灰色的，关系也可以是灰色，它是非常复杂的，不是说那个东西不纯粹它就不珍贵了。但我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么想，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脱口秀都不一定能救我，那个时候能救我的就是我要对人存在的意义，对人生要有一个比较新的一点的认知，我的认知的版本太旧了。或者那个时候你谈恋爱它也能够帮助到你？没有，那时候谈恋爱谈的也糟糕，就是谈不明白。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喜欢，不知道什么叫爱，该怎么去爱，那我对一个人喜欢到什么程度我才应该跟他在一起，因为一些问题该不该分手，分手要不要复合，反正就是想的很多。这点我就 get 不到你了。我觉得我第一次人生带给我震撼是我爸爸，我爸从来不会给我讲什么道理，只有一次谈话，就是我爸就跟我说，你要知道人性改变是绝对，不变是相对，说你要允许一个人情感可能会发生变化，就给我打预防针。那时候你多大？我记得我大一。你知道我觉得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就所有的表达者他需要特别勇敢，就是我不介意把我的生活敞开来，因为我需要用我的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素材，是我要讲我爸讲我妈讲我女朋友，就这种勇敢你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点点去拓展我自己勇敢的一个边界。是的，其实都是在舞台上一点点去学到，就你会觉得我向外界敞开一点好像也挺好的，就收到的这种反馈是很善意的。是的，一个是善意，第二就是你自己有这种主观的意愿去打开自己，因为你就冥冥之中知道，如果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更高层次的艺术，其实就是要深挖你的人性，就是要展现人性，展现真实的想法。讲好脱口秀以后是对于你谈恋爱更有帮助，还是会某种程度会增加你的那个谈恋爱的难度？对于所有男演员来说都是这样的，就讲好脱口秀肯定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谈恋爱的，反正至少男性肯定是有很大加成。对你有帮助吗？有啊，当然有。我是在还没有很多选择的时候就选择了，所以还好就没有这种困惑了。
今年的脱口秀大会我是特别认真的看的，然后我真的就很喜欢智胜跟袅袅，尤其智胜他讲的那几个段子，我到后来基本上倒背如流，所以见到他们俩我还挺兴奋。来 ，Let's go。三年后的开放麦现场，欢迎各位。下面这位演员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掌声欢迎袅袅。所以我这个性格其实确实对我有一些限制，我就很难和观众互动。虽然我很想，但是你还挺帅的。就是所有的心理学书籍都告诉你人要接纳自己，但全世界的商家都告诉你你还缺点啥，你还缺一些花钱就能买来的优点。嗯，这个不好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的确没有想到，就所有的脱口秀演员是要以这样一种方式决定我的创作成果是好还是不好，要留还是要舍弃。然后徐志胜这观众缘真的就太出色了，据说他现在没有他演不炸的场，就他好像一上来就已经炸了。掌声欢迎徐志胜。幽默扑面而来。你们整的我都有点不会了。以前你看到志胜可能就是开心，觉得这人会有一种特别可爱的喜感，但你现在看就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好看。这我觉得作为一个喜剧演员来说，就是得天独厚的，老天爷赏饭吃那种感觉。袅袅其实也有那种喜感，就作为一个女孩，她那种冷幽默是我特别喜欢的。欢迎那里大家。你看到的很全面，其实就是有炸的，然后也有那种现场很冷场的老讲堂，所以基本上这一场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种来让你都让你看到了。差不多，好，我跟他们打个招呼，然后我们就告别了。好的，好的，非常愉快的一天，充实的一天。哇，笑死了，刚才。你好，你好，你好，我明天聊。好呀，好吗？那我明天见。好嘞，明天见，好吗？哎，你好，等会儿他没事，你也陪我在这转会儿。待会儿我买几个冰箱贴。没事，记我账上，好不好？你在这还有账呢？记我账上，欠不少了现在。Hello， 陆毅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他刚刚说我买了冰箱贴，可以记在账上。啊，要不要也买点？用眼子背底。那咱们进来吧。好嘞，走。志胜，你的这个头发如果往上的话，它能跟上面是放在一起的吗？你说这样吗？对啊，还是会自个儿它又会分起来。它其实这个就是会自己往下掉，因为有重力。我以前头发不是这样分的吗？你要尽快的换一个地方，否则就换不过来了。我后来就换不过来，所以我现在只能够把它往前放。你可能就是这样一样的道理。对，他头发现在有自己的想法了。那有好几次我把这个头发都剪掉了。就完全剪掉，就这一撮是完全没了。你剪掉它干嘛？那不就少了这一块吗？剪了之后就这样行，也挺好看。它是你的一个标志。对。现在得给它上个包。对，如果有一天你要没有这个的话，就会是一个新闻热搜。徐志胜的问号去了哪里？没有了。哎，大家先别笑，先别笑。分享一个小秘密哈，就是我在线下的时候，很多演员介绍我的时候会说我是脱口秀鹿晗。这个就是开玩笑，这个就开玩笑，为了喜剧效果。但是有很多观众他就当真了，就会有很多误会。有一次我在那个湖南那个卫视大楼，他过来说鹿晗，你给我签个名吧。你再看旁边人看我的表情都懵了，说这不会就是鹿晗素颜的样子吧？
对于我们观众来说，喜剧它可能会治愈我或者安慰我，那对于你来说，比如说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词去描述喜剧跟你的关系？喜剧也治愈我了吧，就首先通过脱口秀我交到很多朋友，就包括像智胜这样非常快乐的，然后想通了很多事情。智胜好像效果王熙凤，你知道吗？就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智胜一进公司，你就会听到他爽朗的笑声。然后我遇到什么稿件上或者演出状态上的困难，智胜都会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你开导了，不要不好意思。这一年就一下子就破圈了吗？你们这种改变大不大？我有同事说啊，你好像变快乐一点了。是，就是上了节目之后，就我会更容易认可个人的价值了。我以前会很怀疑这个事情，你也会听到很多声音说你能不能稍微就是积极一点啊，或者类似这种声音，我就觉得无法做到，然后我就会很难过。但是做了脱口秀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些敏感然后是对创作有帮助的，然后在舞台上观众也接受你的性格，我会觉得我的价值感提升了。智胜，你的改变大吗？不大。我的朋友说你早就该干这个，我就揍你行。像你的父母他们在山东，他们看过你的线下的演出吗？没有，但他们看我节目是一直在追着看的。我爸妈就是传统的农村父母，山东农村父母，他们就特别渴望稳定这件事情，就像我段子讲的，但是偏偏我选择的这个职业不太稳定，所以我爸的担心我是能知道，所以那段时间虽然他们不说，但我能感受到的压力，所以我那段时间压力其实也是有的。你从多大开始就不再花父母的钱了？就研究生之后开始有脱口秀表演之后。对，我甚至会给我家里给我妈给我爸买东西啥的。过年的时候，我记得2019年、2020年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给家里丢2000块钱，可能没那么多，但我就想给家里钱，因为我想让我爸妈知道，就是说你们现在没必要再为我考虑那么多了，你们应该说可以放松一下了，开始回馈你们了。你刚用那词儿就特别帅气，我丢了2000块钱。对，真的是丢，因为你他们如果知道的话，就是不可能让你啊，我是偷偷的放到我家抽屉里，然后上车之后给我爸妈说，我说爸，抽屉有2000块钱，我留给你们了。遇到的心理问题很少了，我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心理问题还挺多的。比如说我初中的时候也被校园霸凌过。怎么说呢？那就不具体说了，因为但是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对对对，我在高考的时候，在考研的时候，就是一旦认真学习，脑子里浮现的就是被暴力的画面，这是实话。我记得考研的时候，我在那做着做着题，我是需要把笔放下来去窗户透透风，把那个事儿望一望，然后回来再写再学习的。走出来之后回头看，就我可能之所以做这么多事情，就是一直在找到安全感。就校园暴力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安全感的一个缺失吧。我通过笑声可以获得安全感，我通过学习好获得安全感，我通过其他方面各种各种获得安全感。当我去认真的去考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再获得安全感的来源，这个时候那种东西又出来了。我一直说就是这些痛苦尽量能少经历的就少经历，这些痛苦的意义不大，等你熬过来之后你回头看，他仍然是痛苦的，我不感谢他。就我之前想过，我说校园暴力对我造成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是我害怕有一天我看到有人在暴力这个事情，我怕我不敢冲上去，我特别怕。其实 PTSD 就这样，就是你看到这个事情你会联想到自己受到的伤害，当你知道自己要受到伤害的，你会退缩嘛。但我现在慢慢的就会发现，就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走出来，所以我就希望我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是让大家看到是有走出来的人，我可以走出来，大家也都可以走出来。所以没有一个说你再快乐的人，你经历痛苦在你心里不会留下印记，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没有这个你会更快乐。是，我曾经有段时间我想成为一个帅哥，享受成为帅哥之后带来的优待。我之前一直受困于某种标准，
一个女生要文静，要没有攻击性，要好看，要稳定。当时见完第一面之后还是有些心动嘛，当你心动之后这个事情就没办法了，就是没办法了，然后就慢慢接触，慢慢就在一起了嘛。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仍然非常难，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你不打扮吧，人家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在这句话出现之前，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你要做什么坏事，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你要与人为善吧，就会夸你真是人不可貌相。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也都太好看了，什么时候能晒一些既彰显个性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比如指纹。因为我之前一直非常的受困于某种标准啊，一个女生要文静，要没有攻击性，要好看，要稳定，我会很想把自己放到那个套子里，然后这样我就会感觉我是安全的。但是做脱口秀以后，我把这个套子摘掉了，我觉得就你会失去一些控制，但是你也会接受到一些原来预想不到的好的地方。一个人他有很多的特点，你可能其他的我的谈吐或者我的才华他都能排到很前边。比如现在智胜，你是不是特别明白你是一个有巨大幽默感的有魅力的男性，对很多人是构成吸引力的。现在外貌焦虑主要来自于观众老喊我帅。我之前想明白过一个事儿，就是人的容貌这个事情只是长得不同嘛，就美和丑这个事情是别人加到你身上的嘛，就是你非得拿别人对你的评判来评判自己，来说明自己，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对的。另外一个就是我曾经有段时间我想成为一个帅哥，不是说想成为一个具体帅哥，就是想享受成为帅哥之后带来的优待，就长相这个东西很容易在青春期的时候会让我感觉不公平，就明明做一样的事情，帅哥做和你做反响是不一样的嘛。对吧？而且就是因为你在学校里评判标准又是如此之单一，成绩、长相，其实其他的标准相对来说就很少了嘛。只有当你出来到一个标准更多元的，像您说的，就是说这种排序，你其他的方面有展示的可能，他就会越来越往后靠。对，他才会慢慢往后靠。所以我跟齐墨聊，我说就脱口秀讲得好，对于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会更有帮助？比如对谈恋爱会不会更有帮助？我女朋友接触我，当时她也只是知道我是一个脱口演员，但他从来没看过我演出，就是我不太希望对大家认识在舞台上的我之后然后在私下里有其他的接触。因为你喜欢的是在舞台上我那五分钟高光时刻高能量状态，对，那我在现实中我不可能是那样的，我不可能像这种一分钟有多少个梗，就那种相当于你如果带着光环去看我们的话，那么你在线下是一个慢慢褪去光环的一个过程。是，而且我更喜欢的就是像我和现在我女朋友那种，就是她是慢慢的发现，哎，原来她有这么个光环，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过程嘛。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就是朋友介绍的。哦，是相亲那种朋友介绍吗？类似，真的非常像，就是因为那个朋友太热情了，一直在给我讲，一直在给我讲。因为我当正好在参加脱口秀大会，我就想着过去见一面，见完面之后我俩连微信都没有加，因为我就想着好好准备脱口秀。但是当时自己感觉还是感觉这个人非常合适，当时见完第一面之后还是有些心动嘛，然后慢慢的后边我感觉就当你心动之后这个事情就没办法了，就是没办法了，然后就慢慢接触，慢慢就在一起了嘛，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所以像你们现在目前日常的生活状态就怎么样？比如说我分演出和不演出的时间，大概是怎么分的？智胜，谈一谈顶流脱口秀艺人。哦哦，对，顶流脱口秀艺人谈一谈。没有没有，相对来说，自己的生活可能要自己去寻找时间了。就你的生活可能被切分的很厉害，就你没有大片的时间去让自己沉淀，去让自己。那还是因为忙啊，就通告多，工作多，所以你才会被有这种被切分的感觉。对，我有大片的时间。你确实是变了，你。我不是不想承认这个事儿。
那在这些工作当中，未必每一样都是你喜欢的，可是是作为一个顶流脱口秀艺人，别脱口秀我太吓人了，作为一个受欢迎的脱口秀艺人必须要接受的一个。我感觉就这种生活带来最大的困惑就是价值感丧失了，就因为你价值感是错位的。你比如说在录制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中心嘛，就感觉到你是好的东西在围着你转，就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是个普通人，就这种价值的错乱会让你有时候会感觉到，哎，到底什么样的自己的价值在哪。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演员舞台上是光鲜亮丽，舞台之后他不是像我们想象那种愉快的，我会明白你都这么美好，这么站在高处，为什么不快乐？但他就是这种落差感带来的。对啊，你这个清醒是来自于哪里？我觉得特别难得。就是因为我不接受人的不平等。不接受人的不平等。对，就我之前是处于那个更难听点，我是处于底端的嘛。你就相对于比较弱势的。对，相对弱势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渴望平等。但当你现在处于强势之后，我现在仍然是渴望平等。我感觉人平等就是建立在意识上的嘛，没有任何的不一样嘛。对，因为名和利总来说对人是有腐蚀性的。我觉得如果人能有足够的智慧享受他带给我的某一些好的东西，但是不让他腐蚀我吞没我，还是需要挺大的定力跟人生的智慧的。所以我挺欣赏智胜这种清醒的。对，我现在都有点尊敬智胜。我也是，我也是。你怎么样概括你的2021？最充实的职业生涯的一年了。幸运，幸运，感恩。就是刺激吧。用一个词形容你现在对脱口秀的感情。老夫老妻的。这才几年就老夫老妻？有点这意思，6年。自由吧，它从根本上治愈了我很多。分享一个你近期对生活的观察。就是综艺的那种花字，特别的，有的时候特别的多余。我有一次看一个综艺，一个嘉宾转头，然后综艺打着花字两个字转头，我说你是觉得我瞎吗？这种都要打花字，包括那种面无表情，然后旁边出现暗自窃喜，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在高兴啊？你这瞎搞啊。假如生活中没有脱口秀，我会怎样？我会好好上班吧。我也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材料工程师呀，或者是研究员呀。我会不知道怎么活着。这么严重。对，这个时代可能人人都可以成为很多的五分钟的什么什么。安迪沃霍尔就讲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15分钟，但是人生不是由这5分钟和15分钟决定的。希望脱口秀演员们能够有更多的生活，你不断的成长，不断经历新的人生，新的故事，有新的素材。我觉得袅袅、智胜、周奇墨他们在生活当中是看书的，就这点特别重要，这也是我喜欢这一群人的原因之一。路是很长的，风物长宜放眼量。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3w.fgtv.net 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搜狐娱乐、搜狐视频、腾讯看点、QQ 浏览器、网易新闻、网易号、凤凰网娱乐、中国综艺网查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看点 APP、Zaker 新闻客户端、黑鱼 APP、小鱼 APP、爱豆获取本节目的更多信息。上微博搜索“鲁豫有约一日行”，参与话题讨论吧。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完整视频。感谢凤凰网娱乐、凤凰新闻客户端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起点再出发。